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 Dan. 오메가成员几乎决定退团了。 今天，Omega的所属公司 WM 娱乐发出公告表示，首先向一直以来应援 Omega 的粉丝们表达深深的感谢。公司已与 Mimi、 Yua、 Sunny、 Yubin、 Adin、 Hyojung 完成了续约。以这7年来的信任为基础，之后公司也会全力支持6人在多个领域的活动。另外，成员基友与公司以及成员们透过深度的讨论后，公司尊重想要朝新的梦想前进的基友的选择，并告知大家与基友的合约已经结束了。而基友本人也在广告上传了亲笔信，感谢粉丝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之后不是以 Omega 的成员，而是以Miracle 继续应援，Oh my god，基友辛苦了，以后也会应援你的。原来是要退出 ，Oh my god， 基友不管到哪里都要幸福，因为你我很幸福了。是退团 ，Oh my god 也是，基友也是都会支持的。希望 Oh my god 与基友都能继续走花路。 然后就是很多粉丝们好奇的 Moonstax 的续约消息。 2015年5月14号出道的 Moonstax 再过几天合约就要到期了。而今天根据媒体的独家报道，目前 Hyungwon Gihyun Hyunwoo 已经完成了续约，而 Minhyuk Juhan IM 还在与公司协商中。如果续约了的话，早就会有消息传出了。难怪这么慢，这根本就是用希望来压迫吧。不管是什么方向，都会应援的。希望能随着成员们的意向进行。我才入坑了呢，不管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粉丝们会继续支持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爆哭的阿米们。下个月6月10号将以新专辑回归的 防弹少年团今天公开了第一张 CD 的 tracklist， 而粉丝们在看到 tracklist 后瞬间就爆哭了。这理由是因为 CD 1的第一首歌是 《Punxing》。《Punxing》是 防弹少年团在2013年出道没多久就公开的歌曲。当时 RM、 Suga 等 Underground rapper 出身的成员们只因为是以 idol 出道就被一些 rapper 们 diss，也被一些网友们看不起等，在非常艰辛的时期制作的歌曲。之后在一个演唱会唱这首歌的时候，成员们 因为太投入于歌词而流泪，粉丝们也一起流泪了。总之就是因为种种原因，Punxing这首歌的第一句 I'm a Punxing 就好像是捧汤与阿米们的眼泪按钮一样，只要一听就会让人哽咽，是一首有着很多意义的歌曲。但是因为这首歌是免费公开的歌曲，一直都没有收录在专辑中，结果这首歌竟然排在回顾出道9年专辑的第一首歌。然后在这首歌之后，紧接着历年来的经典主打歌，最后是以新曲 Yet to Come 结尾。 Punxing从铃声开始就让我流泪，太犯规了。一听到Punxing，嘶吼就停止，感动的只能一直流泪。回想到在演唱会听着Punxing爆哭的记忆，以后竟然能在音乐网站听了。防弹少年团，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坚持，真的辛苦了。晚入坑的粉丝们一定要去看一下Punxing的歌词。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女爱豆的经典传奇舞台动图。 I'm dead.